我看今天下午你跟赵东兰演有点入戏，颇有几分姐妹情深啊。正常，为了工作嘛，我呢就是替您打工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那你是不是也跟赵东兰一样觉得，像你们这样的独立女性，就应该在情感上再开放一些？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那当然了。您生气了？我有吗？哎，疼疼疼疼！宁总，您冷静，您冷静！哎，痛痛痛痛！我不是有意要出卖你的，我发誓。你发誓有用吗？宁总，停停停停停疼疼！这个力度真的不行。疼吗？ 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。你现在知道气到心口疼什么感觉了吗？我天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下次换你，换你卖我行了吧？求你了，宁老师，我求你了。我说你，您这个有仇必报的性格，我今天算是深刻的体会到了。 最好是这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？拿着。喝完赶紧回去休息，明天允许你晚点来。啊？还有，别惦记整个森林了，既然栽了一棵树，就要对它负责，记住了。